小杰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国手，我非常非常紧张。这个球可以杀了！哇，小八救回来！哇！你只享受比赛不行，你要赢。不要急，搞起来！不要放弃，每一颗球都是有救的。仔细一点，你是状元哎！怕什么？对啊！哦，又救回来，稳住，稳住！对！